的天哪，可算来了。哎呀，爷爷来了。你家这门是推拉的？是啊。那这把手还有什么意义呀？哎呀，爷爷，你不知道，大年三十那天呢，我们家来个保洁，把我家门把手全部拽掉了。后来我为了保险起见，把我家所有的门全部换了一遍新的。知道了。爷爷，你说你来就来吧，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？那不是给你带的，你家的东西能吃啊？那么油腻，快点把爷爷带着元宵给我煮上去。这元宵什么馅儿的呀？毛血旺馅儿的。哎，你爸和你妈呢？哎，不是，那个爷爷马上就来了，马上就来了啊！正好我闹肚子。我上个厕所等等他们啊。哎，好了，爷爷，前面这就是啊。知道。明白。这什么门呢？怎么不按套路呢？开不开呀？爷爷啊，打开的方式不对。不对。你这也太奇特了。这还奇特呀？啊，还有更奇特的。你看，你以为这是个卧室门是不是？啊，其实它……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嘿，哎，来了来了来！哎呀，